当所有被吃掉，但是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也怎么可能认不出来鸟人呢、啊？一看就知道是我。写真网出卖白女魔，有牌走光漏点，2万张串全球。这些令人脸红心跳，是本土最大淫网。这个付费网站打着上百名外拍女魔，会员每月付费1000元，就可以无限下载女魔全裸写真。光是网站共有102名女魔，685组，约20000张写真及429部影片，99.7%有漏点画面。拍摄场景大多在台湾摩天里拍摄。这个网站最近遭2名女模指控街拍美腿性感照，3点走光照却被剪辑转售牟利。去哪边拍？台北的去某车。你也是要拍丁的，很多多少少都没有走光照啊。就我手臂有刺激，我出来还蛮好认的吧，一看就知道是我。女模晴晴也不满网站的做法，就是那个业者那时候就有跟我说，是付费网站后面就是下载中变成很多人可以看，所以我觉得相识非常的不值得。也差不多2-3个啊，公司的也有啊，反正怎么样搞的呀，弟妹跟更久啊。其实拍的内容他们已经知道，我们拍之前都会跟他们说啊，这个内容我们会放去网站上面给其他有付费的会员下载。不过网站经营者及被拍的女模都有涉及妨害风化罪可能。由于是拍摄前，这些小姐也知道说影片会放置在网站上，甚至还收取的拍摄费用啊，明显有盈利的意图。这些小姐其实可以算是集团的成员之一啊，她们具有共犯结构的身份，